天啊，给你跟小宝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行啊，我给你帮忙。哎，你是？你来干什么？怎么，作为你的原配，我就没来这个家的资格了吗？那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们倒杯水。不用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你们两个在一起经过我同意了吗？经过你同意吗？当初不要这个家的人是你啊，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把车子房子都给你了，现在这个家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？有关系，孩子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嘉伟，你别忘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。怎么现在过得风生水起了就想翻脸不认人？翻脸不认人？当初翻脸不认人的人是你吧？当初不要这个家不要孩子的人是你，怎么现在回来要名要份来了？那我也是你的原配，是孩子的妈妈。孩子的妈？当初晚上孩子半夜起来叫妈妈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孩子需要妈妈的时候你在哪儿？那凭什么陪你吃苦的人是我？现在日子好过了却是他陪着你啊？就凭我当初住地下室的时候是他陪的我，我当时吃的白馒头是他不舍得给我留下来的，他当时为了坐公交车省的一块钱，你知道他受多大罪吗？所以无论他现在跟我过多好的生活都是他应得的。行了，我没空在这听你的情深意重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有孩子在你就跟我永远断不了关系。小宝你走。我不要，我要阿姨。小宝，我才是你的亲妈。不要，你身上肉肉，阿姨香香。我刚还想问呢，这么小的小孩你给他喷什么香水？你误会了，我其实没有给他用什么香水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定期用的洗衣机清洁剂的味道。其实你刚进来我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，这个味道我们家之前的衣服上也有，这其实就是洗衣机没清理的问题。洗衣机天天洗衣服还用清理？当然了，这洗衣机三个月不清理啊，就相当于是在马桶里洗衣服，这样洗出来的衣服不仅会越来越脏，还容易滋生细菌，让身上痒痒的。家里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这衣服都白洗了。夏天快到了，洗衣机更要常清洁，不然衣服越洗越脏不说，穿在身上还痒痒的。这种清洁剂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高达99.9%，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地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。这也太惊喜了，会不会很贵啊？点头相进直播间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